清楚了。今天妈妈等一下带你去婆婆家。你怎么了？去婆婆家玩玩啊。妈妈要去上班了。不过没事没事。扁嘴的小幼犬。小幼犬早安。小幼犬今天开春的早餐，果酱、炸面包，还有配豆浆。果酱，整只手抓到杯子，整只手抓，不可以这样，整只手，大手，对，好棒。好不好吃？永群吃午餐，吃什么呢？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，有意大利面里面有鸡肉肉，还有昨天剩的菠菜根、虾子，通通都是昨天剩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吃？吃好。要吃什么？汤匙背面，汤匙的背面掉下去了，你看肉肉。有没有洗手？真的吗？来，刮一下。小口一点，太多了，一半就好。汤匙里面太多了，好，
黄金果出尝试油脂啊，你说这是什么？这个有没有？没有籽。吃吗？好吃吗？啊，还要吗？还要吗？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没有味道。有没有甜甜的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这个来一挂。对，那个是晚餐，白饭、炒面、炒面，还有好多人陪。来，青青，妈咪来陪你吃晚餐了。想说，哎，你自己吃干嘛呀？自己吃饭饭呢？好，青青。哎，你有没有吃肉肉？好吃吗？有。那你为什么穿着鞋鞋？你不想脱啊？好呀。好啦。妹妹有没有呀？有吗？有吗？这有没有这里？这有没有呀呀？有辣辣吗？没有，没有辣辣。没有啊。你吃看看啊。这你用叉子，你不用。你有吃到吗？OK。有辣辣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怎么穿着鞋鞋的？我跟一个爷爷吃饭。你跟鞋鞋吃饭呢？维多，维多还有面条。清水吗？嗯。嚼啊，嚼烂。那花鸭蛋很好吃哦。糯米加猪血。吃过一次，试一下就那个味道。要嚼。你的豆豆上面有一个面面。你花椰菜菜啊。我帮他弄点青菜。好。等一下。还有三秒钟。婆婆的，我的，你的，你的枕头啊，那你去躺好。大我，你，小群晚安，今天睡婆婆家，啊。我们今天要不要回家？今天没有要回家，今天睡婆婆家。好，妈咪等一下陪你睡觉。妈咪明天要去上班。不用。要啊，妈咪明天要上班。不要。妈咪明天好早。没有。然后你在婆婆家里跟婆婆玩玩，还有跟舅妈玩玩。不要。妈咪明天下班，明梦就会来跟群群吃饭饭了，好不好？妈妈没有空嘎嘎。没有空嘎嘎。小永群晚安。我是小爱心，大爱心，点点爱心，头头爱心，点点爱心，头头爱心，大爱心，头头爱心，头头爱心嘞，小爱心，点点爱心，点点爱心啊，头头爱心，头头爱心。大爱心，小爱心，小爱心呢？点点爱心，大头头爱心，
土豆爱心呢？小爱心，爱心呢？小爱心，不玩了。最后一个，你的爱心，快点。最后一个，快点。你不要拿手机啊！最后一个，你的爱心，快点。好啦，快点，好吧，你的爱心最后一个。你看，你的爱心在这里，来，来，快点连。嗯，好。